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Sonia， 我是夏海妹。你现在听到你就知道夏海妹。Hello， 我们今天呢要去吃一间就是 SF 非常推荐的一个早餐店，叫做 Mama's。我在 Mama's 这个平台要给你们满满的大平台。你要出去？这是韩国达人呐、啊，你好，思密哥。过马路了，韩国达人。我点了一个，是刚刚那个店员推荐的，就是这边最好吃的甜点的综合一起，所以有 French toast， 然后还有些香蕉，然后综合莓果、野莓，对。Yeah, three. Okay, okay, let's go out.Let's go。 然后我还点了一个叫 Mama Smoothie， 然后里面有香蕉、berry、French orange juice。 然后 Winnie 你点了什么？我点了一个Italian pancake， 不是 pancake， omelette omelette。 然后还有一个 soy latte， 我觉得蛮特别的，可以加收音乐的感觉，真的哦。对啊，所以我就点了。期待哦，我点了。点什么？帮我录你来。不用了，不用录我了。我点的是那个螃蟹蟹肉的班尼迪克蛋。对，有点贵。然后点了一个新鲜综合水果中，就是好像蛮有名，所以我就点。然后还要点一个他们今天特别的奶昔这样。然后这是我们呢来旧金山的第一天的早餐。这是我的 soy latte， 哦，看起来很正常。喝一下。你喝你的是什么？就是刚刚我介绍那个，有很多种，有香蕉啊，有梅子啊，有蓝莓吗？综合的奶昔就对了。Thank you。超浓稠，超好喝的。然后你的呢？所以它上面的白白的部分是酸奶吗？应该是奶泡吧，奶泡。我喝了很久才喝到咖啡。那有什么特殊的？我感觉就咖啡。那我要喝我的就不介绍了，拜拜。你的是那个凤梨对不对？蟹肉班尼克蛋。他们家的招牌。是下午四点开，然后没有一些这样。好快速，先去这条路上。你看他刚刚那个蛋怎么样？留下，就是那个。这个呢是 Italian omelette， 里面我刚看了一下，就是有蘑菇，然后 cheese， 还有培根，然后还有那个 tomato， 然后还有菠菜，蛮丰富，而且料很多。这蛋超厚的耶。看你的了。两个人就只会吃到现在如何？好的，其实呢，我刚刚没有说，其实它是有点咸的。对，我也觉得有一点点咸，但是重口味啊。它培根就是有点咸。嘉诚什么感觉？觉得很咸。你觉得很咸吗？
有一点，不过他的做法就是让蛋这边完全没有调味，所以对对对，比较重了一点。我刚刚看那个师傅翻蛋的技术很厉害，然后我觉得这个是真的，那真的是一个人吃不完啊。对啊，培根他们的培根就是这样。不过我觉得那个 mushroom 很好吃。雷斌，你的呢？你的好不好吃？好吃。那你可以形容一下。有一个特色是，这个酱叫荷兰酱。荷兰酱，其实台湾不是很常见，因为我以前餐饮管理有做过。哦。它的味道很微妙，就是。怎样的微妙呢？就刚入口，很有那个酸奶的味道，很酸。嗯。可是，因为荷兰酱也会用一些蛋黄进去弄，它就是一种入口先有点酸酸的刺激的感觉，然后最后会变得比较滑顺，像蛋黄一样那种滑顺。哦。然后这个东西跟班尼迪克蛋很搭。大家有觉得我没有说比较多话吗？没有，要感谢小编还有夏海妹，让我一个人说不出这么多。我觉得美国的东西就是很大啦。换你的法式吐司，我来试试看。好啊，你吃。一般法式吐司，你弄完不会颜色不会这么深，它颜色会之所以这么深，是因为它里面有香料。对对，我刚刚就是看到 menu 上面有写。对啊，要不然一般的 inside and outside， 他说那个。一般来说，弄完法式吐司颜色应该是黄的，暗黄色，没不会到咖啡色。所以你纯吃这个就有香蕉的味道。答对的。这间店叫 Mama's， 来旧金山一定必吃的早餐店哦。大腿，大腿。好，我们先来吃完它。打包有什么呢？就是把食物放进去而已，摆个小盘，就这样。One, two. 其实基本上美国哈，只要你点有培根的料理，他们培根都很鲜。没有，他们培根就是喜欢鲜的，超级硬，超级就很像煎到不能再煎为止的那种程度。我们的培根，你例如说去传统早餐店，那个培根都还是会煎得红红的，有没有？然后软软的，他们不喜欢这种，他们喜欢的是超干超咸的，就脆脆的感觉啦。代替购买。